平哥，平哥，平哥。眼镜，眼镜，眼镜，眼镜。啊，好久不见！哦，最近看起来身体真好哦。最近吃足补啊。真的吗？哎，平哥，你刚去注疫苗，刚去注第三剂。第三剂注完了，可是哦，好像被火车撞到，全身酸痛。但是哈、哦，疫情很严重，所以我们还是要打第三剂。哎、哦，对。然后今天看平哥安尼吼，身体甲精神真好吼，我是觉得吼很高兴啦、啊。你敢知为虾米？为什么？平哥身体好的话吼，我们这些小粉丝靠影片当个看啊。尽量尽量，尽量吼。所以喜欢平哥的影片，记得分享、订阅、按赞。我记得上一次的影片，我看了平哥跌路牙、跌屈腰吼，所以我感觉平哥应该嘛是要跌路牙了吼。啊，今仔无咱来黑白调，黑白调好不好？黑白调，黑白调吼。所以我们今天哦没有预设，我们的路牙干脆嘞。然后我带你去我的秘密基地，哎，私人的哦，私人的哦，所以不要随便的跑来钓，哎，给我们给警察钓。我十几年，大概接近二十年没有再来钓过。那我今天我嘛唔知来宾有啥物鱼啊，那就钓啥吃啥吧。好、哦、，OK， 那平哥你就给西宽宽的跟我走。好 ，OK。可是那个绑路亚竿哦，我还要。对你们学习一下，真的吗？欸、我愿意分享，我愿意。好好好好好、欸，那我们就准备钓具了。好 ，OK， 好 ，OK， 走， Go. 谢谢 ，Go。喵喵，喵咪，跳都跳拢只鸡嘛，来。喵咪啊，来，喵！啊，来哦，爸爸看麦啊，哦，来哟、哦，哦，小条的，哇哦！啊，来哦，你转头食米皮啊，阿妈讲要来抬，我讲要抬只呢。这个是什么？这个叫蚵仔。蚵仔来，蚵仔。蚵仔。喵！这里空气很好哈、哦，很好哦，不错，哎、哦，我最喜欢这个地方了、啊。好，有鱼在打滚了。对啊。哦，眼睛松哦，看看能不能钓到平哥想要的。珍珠石斑，听说有一两斤的嘞，不知道有没有。哎、欸，这个前导线几号的、啊？五号 B 线。哦，你们都没有看蛇皮呀、啊？我说这个这里蛇很多、啊。这里蛇很多啊。这一条出口线差不多100公分。钓路亚的方法好处就是不用真饵，不用打底的。对啊，可是针对的是有肉食性的鱼。对啊，有掠食性的、哦。掠食性、攻击性的。对，他们都会来掠食。好胜在家，嘿嘿。我来咱测试一下哈。好，就这样。来，你测试方法。就这样。我看一下，先看泳池好不好？小心啊，这条电线。哦，泳池可以。哦。你看那鱼尾巴在尾，摇摇摇摇摇。好像刚才就有东西，抓线抓，你再一次看看。在这里，快来架呗，有道理啊，是啊。来，最终测试。好，明哥哦，今天我们就丢甩出去之后慢慢卷，慢慢卷，啊，看有什么东西来咬。大致上应该哈、哦，应该这个都要钓比较旁边比较好。对对 对, 對，比较旁边。我等一下过去再讲。咬一下哦，刚刚偷咬一下哦。刚才有咬哦。那你要好好。哥，这个就交给你了，你甩甩看。我忘记了。这个要按下去。对，那、啊、这样就可以甩了。对，这样就可以甩了。哎，林哥的第一抛
平哥的第一炮手很会中鱼哦。哇，明准了，里面藏迷魂。要丢机会，哦，把它放松，把它拿出来。如果卡住的话，再给它弄。漂亮啊！成功了！加油！加油！你看看我的第二炮就没有炒米粉。怎么没中？连续两下。他这里我感觉到。好像鱼在吃的感觉。漂亮！注意一下好不好？哦，不是整只勾入去。两阶段了，两阶段。真的呢，有学问的呢。漂亮，我就是想要摔进杆子的旁边而已。你看看，我这几次都很成功的哦。哈哈哈哈哈哈，炒米粉啊，我要听到声音了。现在看人家炒米粉好爽哦。你有没有看到那只鸭鸭？呱呱呱呱呱呱。树叶呀，它被撞晕了，赶快过去。好像蛮大只的呢，他还游过去撞那一只，这个好玩。哎，他们两个功夫较好的呢。哇！淡水肉排很肥哦。哎，有鱼吃了，有鱼吃了！哈哈，可是不是我钓的。哎，水菜，很粗哈、哦，很粗。哦，可是不是我钓的，没关系啊，眼睛钓的，晚上有的吃就好了。真的哦，这条送给我吃吗？哎，送给你吃。不拍死，马吉家己的。那我们赶快把它放到保温库里面。保温库。
他第一个钓到，他第一个钓到，我要第三组，应该有第三名吧？有。我们是来学习哦，谁说钓鱼就是要钓到鱼？钓鱼是一种休闲，嗯。平哥，钓鱼也好不好玩？好玩，可是我没有钓到。没有关系，鱼也没有那么简单的。说真的啦，他有人咬饵。真的哦，平哥还没有办法掌握他的掌握他咬饵的技巧，开枪的时间、对，开枪的时间、哦，对对对，那个其实很重要，多练习，我相信你以后你也是高手。哦，对，这个月要当爸爸了，大家要恭喜他哦，谢谢，知道吗？等我女儿出来再po照片给你们看，一定很漂亮。说干了，好，那我们、等一下到我的菜园去。割两颗高丽菜回家，好，好不好 ？OK， 好好好，我们来看看今天的鱼哦。一只高丽，哇，真是十分，这是蛮大的。还有这只高丽，我们回去交给妈妈吧。嗨，来，喵。很多只哦，你看这里还有一只。小宝贝啊，嗯，喵咪，哇哦，我不会吃掉你啊，不要担心呐、啊，啊，我不会把你当作野味啦，来啦，来，都抱抱啦，哈哈，哎呦，接下来哦，哦，还活跳跳的，接下来哦，平哥来处理看，然后就交给妈妈了，嘿。处理
刚才哦，偷吃的那么愉快 哦，整个肚子都咕噜咕噜的叫。平哥，先来吃吃看好不好？我先吃这个。哦，你刚刚的肉啦，好饱满哦。嗯，哦，嗯，酥炸的比较香，可是现在这样哦，味道很浓郁哦。哎、欸，肉很真的很 Q 弹的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哦，它那个余温哦会主动出抓，哎、欸，也不输给平哥去高山上钓那个我带的呢，真的不错吃。哦，平哥再吃一块，大块了，吼吼、啊！感谢眼镜的朋友呵呵送平哥这一条，嗯。好吃，啊，再喝一口。辣椒，哦，你看那个皮啦，你看它的皮啦，哦，嗯，比平哥南屋那一集的珍珠石斑哦还好吃嘞，哦，肉扎实，哦。哎、欸，很甜呢、欸。哎、欸，这个算作一百呢。哦，肉排啦，沾点肉酱。哦，哦，好可惜啊！今天跟你们两个无缘，只能在餐桌上相见。哈哈哈！哎，感谢林彦庆跟林彦庆的朋友。因为鱼哦，最好吃的地方就是肚子。哦，哦，嘿，说说看，你们路亚还钓过什么呢？因为平哥还没有钓过，要介绍给平哥，平哥只钓过一次，分享给平哥知道哦。哦，大家过年拜拜哈、哦，鱼都会买来什么呢？用炸个拜拜。哦，也可以改做成这样哦。嘿，祝各位年年有余，新年快乐，大拜。所以说平哥不会共辜，烂惨，好不好意思哦。